电梯还挺长的。这边都是买好回去的，看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大包小包。好像今天这些榴莲啊，还有这些这个生鲜的这个食品，都有很多的折扣。这个就进去了啊。哎，如果他停车的停车场的话，应该在下面，不是应该从这通道走吗？是吧？今天人真的还是挺多的。今天哦，他这个山姆店不光是有吃的东西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，都有是吧？家具有吧？也有，都有，就是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都有。好多熊猫啊，什么都有。这边这一片是这个生活区，椰子卷啊。椰子卷39.8。哦，这个店比那个之前我去那个盒马要大多了。那肯定的，它是仓储型，仓储型一体式。对啊，人真多啊今天。哦，这边是卖家具的，家具在那一块。嗯，这里是卖学习桌的，还是学习护眼灯？这个总归是一个卖的吧？对啊，对吧？三百多万的。我发现啊，这个山姆会员店里面，这里很好的，好多都是自主品牌。山姆有东西买的就是吃的放心，吃的放心，对。除了这个量稍微大了一点以外，你觉得它整个它这个价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便宜，我觉得很实惠，不能说完全的便宜，但是很实惠，因为家里本来就需要吃的东西，嗯，它这里量大，其实买起来还是对老百姓来说很实惠的，就是某上面是买不到的。羊角包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冷藏区，这边也是人最多的地方。哎呀，说这好久没有看到上海超市有这么多人，真的，好久没看到这种景象了啊！阿姨爷叔最喜欢这里。购物车不要停留，购物车不要停留。参加淘金房买过的是吧？对的。小排，这边全是肉类。这里面是它的肉类加工区，工作人员非常忙碌啊。小龙虾。今天人挺多的，这个里面的秩序好像不是特别的好。这个东西都像不要钱一样的。刚才那边都吵起来了。蛋糕吃。这家美式蛋糕85块一个。这个价格可以啊。这是卖榴莲的泰国经典榴莲，398，好像一箱啊。这边选购的人蛮多的。一箱里面有三个人，有四个人，有他妈四个人，是吧？进来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逛出来了。我看看它这个结账区多不多啊？哦，这边这个窗口还是蛮多的。这里是这个人工结账区，看到吧？有的这么多人。然后那边是那个自助的收银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